由于日本政府唔准登岛，
安野釣魚島附近海域探測水深和觀察島上的植物，評估釣魚島的價值，找尋適合興建細小漁港的位置。不過日本新聞網報道，日本政府拒絕東京都知事赤原慎太郎提出興建漁船碼頭的建議，因為擔心如果興建碼頭，可容易引起中國政府的抗議，激化兩國關係，而且很難拒絕大陸和台灣的漁船前來避風，漁民更加可能有藉口登島。同時日本政府會加快將釣魚島收歸國有的計劃，向聲稱擁有業權的家族買島的文件會在今個月內完成，估計九月底就可以用20億日元，相當於2億港元正式購入釣魚島。對於東京都政府向釣魚島海域調查，中國外交部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指日方對釣魚島採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非法和無效，改變不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事實。新華社發表社論，批評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希望緩和同中國關係的同時又縱容右翼勢力。亞洲電視記者邱文報道。解放軍成功軍區裝甲旅舉行軍事演習，提升部隊前作戰能力和身份作兵融合。由周先婷介紹一下。林黃義玉文化火力任上敵方，裝甲旅嘅隊員緊守崗位，緊密協調。成都軍區的軍事演習，除了提升軍隊在前線的實彈戰鬥實力，更重要是測試新老裝備的融合。軍事裝備發展和更新速度相當快，以新舊裝備互相配合配合，部隊特別研發訓練信息採集與評估系統，電腦化收集和分析信息，令評估更加正確，全面提升戰鬥力。演练创作三项新纪录，包括最短的进攻时间、最少的损伤程度和信息传递得最快。另外，中央电视台有报道，一队全女班的炮兵队在天津举行军事演习，军事电脑、雷达操作、发炮攻击，完全难不倒这一班防空女兵。他们拥有高学历，有博士生和研究生，被形容为现代科目兰的他们不怕艰辛，训练和男士兵无分别，在实弹射击入面手法命中率更加是极高。亚洲电视记者周善庭报道。南韩军方星期五在独岛举行防御军事演习，演习无疑有海外的船舰非法接近航道，会派出驱逐舰、护卫舰、潜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等，增强打击的力度。海軍陸戰隊和直升機就會得到訓練。不同強調，今次是每年例行的常規演練。分析就話，南韓無視日本堅持在獨島軍演，可能影響到10月南韓海軍第一艦隊司令官訪問日本的行程。去美國看看總統的選情，今年總統奧巴馬到搖擺州的拉比爾維將舉行的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議上有問題。銅鑼湖地民調考等，總統奧巴馬馬不停蹄走訪多個搖擺州份造勢，嚟到四年前獲提名參選總統的科羅拉多州，除了拜訪餐廳作見親民，仲嚟到科羅拉多州大學爭取年輕選民的支持。Despite all the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n this new session, what they offered over those three days was an agenda that was better suited for the last century. It was a rerun.劳务联训营迅速反击话，奥巴马并冇提出新的政策，增加就业，为中产阶层谋福，只系发出啲误导民众的抨击。奥巴马星期三会抵达保守派据点北卡罗来纳州，参加第二日喺夏洛特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届时会同副总统拜登一齐获得正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各路的示威者陆续抵达夏洛特。有人指責奧巴馬是兩面派，需要和平的同時向中東開火。示威者並沒有預期那麼多，但是聯邦政府則撥備$50,000保障每場內外的治安。奧巴馬在北卡羅來納州支持率比杜手反之0.7%，民主黨裏面曾經要求更換場地，但奧巴馬學聯有意絕地反擊。分析認為北卡羅來納州的失業率高居榜首，奧巴馬要獲取信任並不簡單。关心下自然生态，美国和英国的海岸分别有40多条的鲸鱼搁浅，30条死咗，点去搵落下？获发嘅小型五角鲸，由中央资源组织综合旅游指挥中心。
也要求行动出动一队机动航艇，两艘喺美国佛罗里达州喺伊斯堡附近嘅大西洋海岸搏战。不足幸嘅卫警员林海水同埋搭着黄色等阳光，只系得五条获救，17条死亡。女骑兵航艇系喺海洋方一边处在10人嘅之外，体验最大嘅境遇。佢哋有好高嘅智能喺沙漠活动。专家一般认为，佢哋喺海滩作战时发现，提供好高嘅寄生虫，影响佢哋寻找路线嘅能力。今部正系调查佢哋搏战嘅原因。另外，喺英国苏格兰近西方特鲁斯嘅法夫海湾，礼拜日亦都有26条女航艇搏战。英国潜水员海洋生物救援队联同当地紧急服务队伍，包括海湾防卫队同消防部门，派兵将搏战嘅女航艇抬落水底，佢哋保持责任。但仍然有13条女航艇死亡，情况罕见。This is very unusual. We have members of our rescue team who have been around these coasts all their lives and haven't known this type of thing to happen before. We get occasional single animals reaching, but not a whole flock like this. 他们希望上潜水的时候，将生还的航艇放回深海，但当时的事情就是关不到。体育消息：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皇家马德里主场3-0击败亚特兰大，打开六个胜利之门，领先不得。亚新嘅皇家马德里每次赢得新区域决赛，佢将会迎战加拿大。红军先后八度差破比分高20分钟领先1-0。虽然提前传佢想离开皇马，不过并冇影响斯朗喺球场上嘅表现。53分钟，佢自己迪马利亚传送禁区落地，却虽然被对方门将拖出。佢跟進補到佢噶，攻入去加盟皇馬之後第150球。皇馬之後再由希古恩撳上天花，最終以3-0贏加拿大，攞到西甲跨季首場勝仗。而巴塞羅那就喺主場對瓦倫西亞，當選歐洲最佳球員嘅恩尼斯坦同主場球隊一齊分享佢嘅榮譽。巴塞主場唯一嘅入球就由新加盟嘅巴西外援艾迪方奴喺23分鐘嘅遠射。2-0小胜华伦西亚，三战全胜的巴塞以9分排喺榜首。亚洲电视记者邓志毅报道。各位省报道完啦，再会。